所以网红现在研究也是到这个时候了，也是个数据。期刊也需要 fashion， 就是做统计和做分析。分类是人类的本能，最后就得出一个核心的结论：内容为王。我是说呢，也许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需要各种多样性、多元性。道德经之所以现在还有人看，就说明千年前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找到了共鸣。哎，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向飞同学好。尹老师最近成为网红了、圆桌派出圈了。成为网红的必要条件到底是什么？尹老师有什么这个心得秘诀向我们传授一下？就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坚持、坚持坚持啊，在你喜欢做的事情上一直往下去做。而且网红吧，这是一个中性词。你分你什么事网红、如果你因为吃瓜网红了，那宁愿不要这个吧，也可能是负面的红起来，就这个意思。所以最近评很多所谓最佳影响力，我说这个人怎么上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是负向最佳影响力啊，我说这也行吧、但是非常严肃的一篇学术的文章啊，正儿八经的来研究了一下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些轻佻的词、网红。这个是北京大学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很严肃的自然通讯的杂志期刊上，这分很高啊，分很高是吧？很高的杂志，对，这算自然科学吗？它是统计学，对，也算，因为它要建模啊，它要去建模，而且这个现在大家最火的是 Meta 嘛，叫元宇宙，所以网红现在研究也是到这个时候了，也是个数据。期刊也需要 fashion， 它跟流行杂志是一样的、流行的服装是一样的啊。我想这个自然杂志发表了别的文章，可能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不一定有感兴趣啊，但是教你如何成为网红的文章，可能你也想找来翻一翻看一看。我们就请叶老师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如何走上网红之路，这是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啊。我先讲一下，就是西方对于或者说这个更喜欢做科学研究的人、尤其是理工背景的人，特别喜欢做统计分析、数据分析。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其实这个我想今天啊，如果各位家长很多的时候想教孩子怎么能更严谨，就是做统计和做分析。分类是人类的本能，我们刚生下来就知道了，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是自我本我意识，对吧？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这是性别意识，这是长辈，这是晚辈啊，这是一个长幼的次序，这是动物，这是人，这是植物。就分类是人类天生而来的一种最基本的一种智能，或者说是一种意识活动。那么把越来越多的这种分类如果通过模型统计起来，就诞生出来一系列的评价指标，比如说GDP， 这就是统计结果。对，大家都很在意，几乎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必须在意 GDP。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主政这一方政府的官员，他就不会只看 GDP 了。还有人均的 GDP， 还得看人均，对吧？最基本要看个人均，然后还要看你的第一产业是多少，第二产业是多少，第三产业是多少，财政收入是多少，还有税占比是多少。其实这个税占比也是我最近我跟很多的这个啊政府的这些做经济学家、做经济学研究的人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叫税占比？税收占总收入的比值？税收占总财政收入的比值？税占比越高，就证明这个地方经济条件越好，越富有、越富有，要不然你都靠卖地，你都靠罚款，那这部分就不是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指标。所以这些指标其实你都拿来以后呢，你会觉得原来对科学也可以这么去研究。现在一篇文章扔到网上去，我们以前更多的是看期刊引用次数，就比如说你这个文章为什么拿这个 Nature Communication 来讲十几分， Nature 的主刊可能30分40分，它怎么算呢？是过去两年你发表的所有的文章，这是一个数，比如说20篇，但是在过去两年又有很多的文章引用你这些文章，比如说引用了800次，必须是也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引用了你才算，在这一个群体下，那就是800除20 40分，大概就这么算啊，其实就是这么来算的。当然我说的不是特别严谨，大家能有一个概念就行了。这是一个 game， 这个 game 是由一群好是人自己定义出来的，但是他现在就变成了甚至可以去决定中国评任何高学历学术指标的一个关键，评职称必须，评人才必须，评某学者也是必须的。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现在今天要极力所摒弃的，叫破思维，唯学历，唯奖项，唯职称，唯论文。其实现在这哪破得了啊，现在不就唯这四个吗？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所谓的预印，就是我不管你文章接不接受，我东西好我就扔出来，我先预先打印出来，就等于说以前的这个学术吧，它也形成了一个学阀，就好像我们就是这个圈了，你就不是，有点像我们之间就互相抵任一下啊，魔教了就别进来，我少林你武当这可以，你是魔教了就别进来。现在魔教说我给你懒得玩这个，互联网时代我先扔出去，你不认我拉倒。你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没有被接收啊，
因为最开始好多文章他看不懂，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后也没有因为他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是因为光电效应，爱因斯坦得了诺贝尔奖。太超前的文章，其实很多诺奖级别的发现的文章都没有发在这些非常顶尖的文章上，就评委没看懂，评委没看懂。第二，就评委如果把这篇文章让他上来，评委就下了，因为太颠覆了。评委就靠 A 理论混成了评委，如果 A 理论的人让 B 理论上了，他就不是权威了。这就是说为什么以前的学法体制极大的会影响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科学家的这种贡献和发展的。那怎么办呢？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我就直接发预印，不管你怎么样，一旦发了预印，这个里面就有留言了。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留言的质量、转发的次数，就是我们所谓的点赞、转发、收藏，嗯啊，包括弹幕，嗯啊，包括弹幕当中，我还可以再评、再炸，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做成这种体系，这个文章就这么做。这不就是网络影响力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已经不再是说学术文章的转载引用率，而是直接是网友的点赞率了。对，所以呢，他们就去把各种各样的这些平台，通过类似的这种分析统计，因为都很简单，只要用爬虫方式抓，最后就得出一个核心的结论：内容为王。嗯，最后还是内容。结论很简单，就是内容为王。因为他做了系列的数据的分析，说你，当然他用了一些海外的一些流行的社交媒体啊，就你能够持续的被别人所关注，原因是在于你有优质的内容的持续的产生。对，并且他还有一个优质内容创作者之间的一种关联关系。对，他会通过这个优质内容创作者之间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再去关注到你。那么他会发现呢，生产最高质量的这个用户的粉丝的数量，嗯，是他这个类型的。嗯，你不能说瞎比啊，你说一个脸红明星，嗯，和一个这个直播明星和一个科技明星不是这么比的，嗯，我们假定就科学家跟科学家比，最优秀那个质量就是第二名的两倍，嗯，然后就是第三名的三倍，最后他看见了这样一个模型，所以最终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长期坚持，嗯，因为大家都希望你最起码是个周更吧，嗯，啊，最好能是个日更，嗯，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光更，你每次更呢要有一些有质量，要有质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很多这个企业自己做自媒体做来做去就自己嗨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公司就一百个人，嗯，老板说做个自媒体，然后每天浏览量就十个人，那肯定就是你们自己看，这个公司的人都没有点全是吧，啊，绝大部分公司的这个访问号啊不会每公司都点的，就不会比公司员工更多，一般来讲真的还就不会，因为你都是带有你自己的宣传属性的，嗯，你不是一个公益属性的，嗯，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我们如果想成为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网红，嗯，特别是我们想去对抗一些今天的一些啊让你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这种东西，比如说直播很多 OK， 有很多我真的觉得没啥，晚上可能几个女孩长得很漂亮，然后在那唱歌，这个也唱那个也唱，往里面对着打理，我这玩意儿我就不明白他的点是什么，也可能我老了，它是一种陪伴，哎，是它是一种陪伴，对寂寞灵魂的陪伴，对，向飞同学比较有这个话语权和说服感啊。还有就是游戏，嗯，那还有一些就可能是更不靠谱的，甚至是一些违法的裸聊啊网站，我是说呢，也许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需要各种多样性多元性，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启发，我们应该如何去能够更好的比如说去研究一些科技启智，追求一些文化，嗯，那这个民族的素质会怎么样呢？下一代人的素质会怎么样呢？这其实是我这个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今天再说一遍，是2021年12月10号，嗯，满天都是元宇宙，嗯啊，证监会今天已经给十几个公司开始发元宇宙监管函了，这公司都在占这个刮这个概念，他理解什么叫元宇宙。最近我还今天有一个叫元防水啊，我说防水这个事情还能在元宇宙当中去搞一个防水，嗯啊，就都会变出这样的理由。还有一个海报是把所有姓元的 P 到一起了，他们跟我说了，我说你说的是元加班吗？我当年这个是元标那一批，他说不是，不是那个元，就是元宇宙的元，元加班就是那个元。啊，就是那个圆，是那个圆，圆标不是那个圆和平的圆，哦，就是一圆两圆的圆，哦，所以今天呢，这个优客工厂的王大庆，嗯，我俩对了个对联，他自己问我说圆上度圆下度圆中度，嗯，是不是都是元宇宙的发祥地，哦，我就回了一个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是不是都是元宇宙的祭祀场所以本身来讲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还都没有搞明白什么叫元宇宙的，嗯，但是媒体和资本已经乐得都不行了，我劝大家凑热好好想一想当年 P2P 是什么，当年比特币挖矿这又是什么，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基于先进的技术做了一部分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更多的其实更多的这就是一个概念，嗯，大家不要简单的就随波逐流，造出一个词儿，大家就都跟他走了。还是回到内容为王，而且这个内容应该是经得起代际检验的。嗯，100年后有没有人看？
我们现在说真正的牛人是不看活人的书的，他不是说活人写不出好作品，而是应该先去看传世的作品，尤其是流传了上千年上百年这样的大家的作品。道德经之所以现在还有人看，就说明千年前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找到了共鸣。哎，他实际上真的实现了一个，我们假定有元宇宙就是意识永生，他的这些思想被意识永生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推崇的。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现这样传世的作品，能不能激发整个民族对科技的、对崇文尚武的这一种热情，这是我们真正想能够通过，你真的要当网红了，也希望那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事情。看完这期节目不要忘记了一键三连哦，点赞、关注、加转发。好好，感谢你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